另外，新城乡长何礼台则是前往了北埔部落和喜新部落，参加了部落青年回家部落祭典的内容，和部落族人一起来同乐。每年的七月份、八月份是阿美族各部落的丰年祭典活动，在炎炎夏日之际，可以说是新城乡境内最热闹的原住民的盛事。新城乡长何礼台陪同新的徐胜威也前往北埔部落，向大家欢庆一年一度的文化祭仪。阿凡泽来阿尼尼阿尼尼阿，今天真是美丽的一天。喜乐丰收，我们的文化感应的棒，在外求学发展都宏图大展，健健康康。我们的云南妈妈，我们所有的族人在这里都能够健康平安，文化部落发展，一起努力。好，祝福大家，撒拉格腾达，好来。现在何礼台也相当的高兴，族人们回到自己的部落，和族人们团聚，大家一起来欢唱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歌谣和舞蹈。在我们城头目以及部落的耆老的支持之下，所以我们今天举办的巴卡兰就是一个庆功的司仪的一个大家召集族人到这边共襄盛举的一个活动。我们在这边用掌声来谢谢头目以及族长以及班长以及青年会所有的族人们，好不好？掌声鼓励。好，谢谢我们乡长。一个活动能够顺利圆满，代表着族人大家有这样的共识，才有办法把活动办得圆满。嘉兴部落在我们头目以及族长、班长、青年会村长，大家呢可以说有这样的共识，是一个非常团结，对自己的原民的文化一个推动备受肯定的一个部落，而且非常非常的团结。每次只要地方有任何的失误，看到稀老扶幼，我们的族人大家来参加，大家共同来为自己族人的文化的传承来尽一己之力。尤其是小孩子来的时候，部落族人是最高兴，这叫做传承，一代接一代，千年到万年。所以在今年的8月20号，新乡即将来举办我们新乡的联合丰年祭，在这边他是要来邀请我们所有部落的族人，在8月20号，大家一起前往参加，好不好？要展现我们嘉兴部落凝聚团结的力量。我想其他的部落都是像嘉兴一样，那一天所有的头目都会带着自己的族人，展现自己的文化，给我们台湾以及观光客所有的一个家人们、兄弟姐妹来看。所以那一天希望大家把我们阿美族的精神、麻辣道的精神拿出来，好不好？我在这边再正式的来邀请我们今天所有与会的所有的嘉兴市的朋友们，8月10号大家到七星潭来看看我们的阿美族以及各族群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展现。公所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是在曾新威所长以及各个部落的头目以及家政班班长共同努力之下，把我们原民的文化展露无遗，好不好？好。在头目和部落青年的带领之下，部落妇女们一起来齐唱马里古道阿美族最传统的歌谣。新南乡的何礼台和贵宾们也应邀和族人一起来共舞。在炎炎夏日当中，阿美族的歌谣依然在部落当中用歌声来传扬自己的文化。记者熊永义，新闻报道。